哦，今天是2022年1月6号，今天又是晴空万里，今天我们又要来打球了。那我们这里的天气就是这样，几乎每一天都是晴空万里。我们要打球以前，我们要做个运动，先甩一甩，来。我们这里没有台风呢，不下雪，今天不下雨，几乎每天都不下雨，所以我早上洗的衣服啊，我们是在外面晒，不用烘干机的，不用烘干机，有什么情况发生呢？你一个月可以省50块。烘干机一个月吃掉你50-60块的电费或者瓦斯，你50块一年就600了，10年6000。所以我们这里的房子比纽约贵，我这样讲没有人会相信，光是暖气啊，在纽约一个家庭一个月就要300块、那我这里呢瓦斯费才20块，差很多，所以嘛一年下来这个瓦斯费我们这里跟纽约比起来就省了差不多4000块，你10年就40000了，所以住这里你就是需要付出更高的房价，但是你这个瓦斯啊、暖气啊，10年省40000呢、今天这个消息不错哦，消息越放越来越多，一天放一点，一天放一点，挤牙膏，耳朵、全身的穴道都在耳朵里面，按摩耳朵等于按摩全身，梳头降血压，促进血液循环，促进血液循环，打这个膀胱。促进尿液，促进尿液的排泄，按摩肾脏，按摩肾脏不错哦。你如果敲击这样会痛的话，代表你肾脏有问题。肾脏有问题就要去做血液的检查。血液检查有一个单项是肌酸酐。肌酸酐要一以下，如果超过1.0的话，你这个肾脏就开始有问题了。医生会告诉你多喝水。我去年的肌酐酸是0.8，不错哦。英文叫 creatinine 肌酐酸。再甩手，再甩手，再梳头，耳朵再按摩，前后摇摆，拍打肩膀，拍打后背、后下，促进血液循环，降血糖、降血压，甩手200下，血压可以降10%。血糖也会降10%，这个我 test 过，test 要有工具，要有量血糖的 meter 就是一种测量机，
今天现在是七点半，温度跟昨天一样，45度。一到下午3点，温度华氏70度。晚上睡觉凌晨3点，温度是最低的，差不多37、38度。华氏呢？我们这里都是讲华氏。那么长度单位是以迈尔为主，就是英里、英制的，不讲公里。再说一次，再说一次。做完运动，我们就要来打球了。打球要打100下。做10下，再甩一甩，最后做这个摇摆的运动，这很重要。不能这样做的话，代表你这个肢体灵活度有问题，就需要训练了。这个手、足、大腿、小腿一起来啊！今天就介绍到这里，明天有新的再来讲。谢谢，拜拜。